继续要从镜头是来大埔乡，大埔乡上水之乡跳回健康又回水，跳绳呼啦圈比赛在大埔北极店的广场热情展开，由大埔卫生所集结乡公所体育会办理，现场老幼乡亲做伙由呼啦圈团体跳绳，场面非常的欢乐。大埔卫生所当然甲社区妈妈以爱家己爱自己专人运动健康舞甲开树屋，带领老中青做伙舞动健康。大埔乡近来在广场、社区古店以及庙埕，拢会用看到居民做伙练习呼啦圈甲跳绳，借由比赛带动乡亲运动风气，推广山腰运动。比赛源于响应机关卫生局举办。有你健康维持幸福山腰的运动，促进这次向来比赛让大家趣味竞赛之余，也重视家己的健康。大埔乡卫生所主任陈英如表示，由于苹果代谢症候群参考指标之一，男性由于超过90公分，女性由于超过80公分，就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避免代谢症候群的方式，除了均衡饮食，最重要的就是规律运动。希望乡亲拢能培养运动的习惯，让家己保持身心健康。谢欣什么臭运动？大埔乡长不得，请按钮启动。嘉义科学园区是整个台湾科技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很高兴嘉义在整个台湾的科技的产业链终于占有一席之地，未来这边会有很多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也会带动周遭的所有的商业发展，包括带来新的商业的消费模式，所以嘉义即将要做很大的一个整体空间性的一个改变，它不只是带动嘉义的发展，也是嘉义跟世界连结的很重要的窗口。为个嘉义的发展，吼，在咱的洪章良院长的努力拍拼争取之下，吼，咱实在是真正啊，愈来愈好嘉义有一个。今后的未来，拜吼核定到开始动土吼，一年三个月，啊，即马开始吼，那开始动土的时阵吼，我较早拢是吼动土我好，啊水电都我好，他来进驻厂商，唔是，即马厂商含动土的时阵，哎，得降价哩吧，安尼的时阵，哎发展会较紧，政府一定认真拍拼，互咱家己会愈来愈好。这真的很危险。对啊，五号字真的很危险哎。哎，学长，不是你，是他。行经五号字路口要减速慢行，注意标志标线，该停该让，不能马虎。没有标志标线，少线道要让多线道。五号字路口依规定停让，多多注意，安全有保障。五号字也可以很安全哦。